才多久啊？才要几点钟呀？才要几点钟呀？吃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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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经才要几点钟呀？才要几点钟？啊，这要几点钟呢？谢谢谢谢，不接你那手机。大陆真冷呢。大陆真寒呢。六十六，六十，我哪会零啊六度啦，零下六度啦吼，这里二十几度啊，那大陆那边零下六度，温差二十几度，香港新加坡，马来。韩国太平嘛，泰国的数据。这个世界非常切的空间，我的袋子，那个包装的那个收掉，那个
伊嘛爱收钱是印书嘞，收钱是报书嘞。这个第三点三看看嘞，大家人生，甲你讲下，人生人一定会走，人一定会倒转，这是一个定理。人无迄个无倒转的，那若无倒转的，你过去的祖先分哪走了？可能你个钱，你过去的祖先你都钱没了。哦，这是一来来一点，但是因为咱嘛会减到是真好，咱嘛是减到是真好，一定。所以来讲，咱唔惊生命尽头，咱来惊毁灭的源头。毁灭源头就是咱绝对来，要绝对得到咩？得到咱的福气，咱的所在，你就是咱真正要等的所在。所以就无讲讲叫死吼，死吼。你一分无掉，但你讲叫做毁灭尽头，咱要等的咩？所以咱等迄个所在是非常的光明，非常的光明，非常快乐，非常美好。咱不比你这个世间的迄个辛劳变舒服，咱无这个苦，咱要得到解脱。所以咱行的路，咱做得到，咱做得起，绝对是对。所以你要教，失去黄昏，但是讲咱人生爱做着两件事，第一件事就是讲公平。第二件事来做，第二件来做件事。讲着话，咱就使学别话学别讲。那么记着三秋有心人，那么无事在人，啊心事在天，人较老，人天做最头。所以你讲着话，所以你若讲着话，迄叫做正能量，迄叫做哪？迄叫做天福星降临。迄个天顶，你若福星会降临，你会加强。咱若讲唔对话，叫做恶煞人心，恶煞人心啊！所以呢，我过去嘛吼，我听我阿姐咧讲出话啦。但这个话，就是因为我更加确认一下，我唔能说出去，我咪讲，第讲一件代志互听啦。伊讲有阵时啊，有一个人吼，讲伊含咱中央迄个上天庙啊，高雄庙啊，讲两个人吼，讲去到高雄啦。他们买那个眼前啊，阴影啊，伊的迄个视线吼，他眼前太远吼，他就买一个白光眼的啦。啊，我去到我阿姐那边，去到迄个我买眼前啊，眼镜。哎，那我讲，我那时候才偌济钱啊？伊讲3万几啦，讲3万几块。哎，那车子讲教你行嘞，教你行一条啦吼，我讲白钱啊，我叫你行啦吼。你会使无哪些物件，你会使做阮老母。是啊，咱有这个代志吼，有这个代志吼。啊，其实咱量啊，咱得看啦吼。伊咧讲咩？看，足侪人安尼啦，是啦。你想我今做你只阿弟，开除你三年，起码要三，要三年，我无会叫啦。啊，其实伊是讲穿越啦，但是咱听唔捌听到这个话啦，听得到怪怪。所以爱学一样，学从可求。啊，所以今日你到地方，得到好好环境，你就较正经，较正经啦，面经啦，就变成正能量，这变成正能量。咱今日了解正念，咱就好清，天天好清，看明咱的发明，我咱的发明会平安，我咱的身体会健康，我咱的家庭事事会顺利，这变成正能量。啊，你今日你想这杯茶？你这问题哦，日本有一个这两家，这杯茶你那个找那个较清楚。这杯茶因为就是咱这杯茶是必须的设备做配合。这杯茶你若甲我包干好你哦，感谢你啊，我做爱你，我做对你什么？这杯茶是愈变愈水哦。哎，这真正是安尼，这顶面嘛，我你甲查到甲查。哦，所以这杯茶你会甲我做，差不多也变水哦。你甲找的当面也变歹。什么原因？因为迄种负能量在内底。相对的，咱大家拢只讲好话，只讲好话，讲好话，大家伫个行业内底健康，绝对个听起是一定顺利。你身体健康，啊，咱大家若讲歹话，
三开面，唔使讲人，是是非非的。我请问，安尼好？所以佛陀来讲，爱讲好话，爱讲妙话啦。啊，所以呢，今天今日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啦吼。有一日，一个太子啦吼，甲一个和尚啦。迄、那个太子来了，伊就讲：啊，叔啊叔啊，我无啊啦四点吼，用四点来太子啦。啊，我啦袂记得起来吼，啊，你好叫一个两个啦。啊，即下迄个和尚，迄个太子来了，太子迄个和尚和尚，啊，我啦困去吼，我啦四点叫上经啦。啊，我啦袂记得起来啦吼，啊，你要打弄袂起来，安尼叫啦，安尼吼，记住啦。叫你问我怎，听迄个太子的爽，咱来听。太子困一个生活，你听无？迄个和尚就叫弄。太子啊，太子啊，四点到，四点到。太子的病，太子的病。伊讲如何做，我是叫人知。迄叫做好心做歹事啦。伊起来太子啊，啊，都紧紧紧，换迄个师傅啊，迄个师傅就是迄个和尚困，咱来听。换迄个太子，就是迄个师傅。叔啊叔啊，四点到啦，安尼师傅叫伊创啦，上香。所以伊把叫伊过来，客四点起来，伊在上香，伊有无量无边土。伊把叫迄个太子，迄个太子，伊有无量无边土。所以你平无善良，不就是知影啦吼？良无地，良无地，良无地是大本呢，伊的转世呢，是安怎伊的心就良无地？当然就破除家。就是因为了无地大本，就是表示伊啊，你叫啊回向，叫，到四点叫回向，心就了无地的历史报出来。啊，咱今日变变一个人，咱要做讲出话，咱来查出话，会使讲，还袂使讲。你见见台底就袂使讲一个人来去听。啊，你若见见上面，咱讲无要紧啦，变变一句话。有做下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有无量无边的罪过，所以咱一定爱做讲对话，唔通讲对话。第二件代志叫做做着事，做着事，你做着事会互感动。今日，咱而且伊一贯都大发一点信心。我去到泰国，去到香港，去到新加坡，啊，你讲地方多。我是想看后面穿，后面穿，啊，迄个发红包。我红包摕到去，我搁摕互因，因上，搁摕互因的迄个号，因的官署，我怎摕到这个所在吼？做个时阵啊，即个印。啊，所以说，咱是咱做个红包，咱是安尼对人家好。咱也是越穿，后面穿，伊才来做点数。咱一世人就是咧推动道理，咱一世人就是讲道理，咱一世人就是文化创新。哦，啊，虽然看到咱会真感动，啊，虽然去，伊就感觉真欢喜。所以人生爱两种，第一就是讲爱讲对话，第二叫做做对事。所以咱十五条法规内底后边个叫做因缘善缘，因缘叫做讲对话，善缘叫做做对事。后边三分之一，就是爱会听话。第三，你着听爱会听。唔是讲着话，啊做着事尔，爱过遐听。咱今日耳卡爱清净，唔茫听听听是是非非，听听是是非非，对咱无帮忙。啊，若听着话，就是讲，像咱今日伫这个所在，大家遮听道理、讲道理，即听这个话叫做正能量话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互咱个心情会轻松，毋免听听一寡是是非非，互咱个心情做复杂个。啊，所以今日。哦啊，我嘛伫这个过年当中啦吼，啊，问一下，有事无？啊，所以第一句啊，向上帝吼，啊，带来甲咱老菩萨，甲咱祝福咱今年，明年第二年啦吼，哦，第二年第二年，啊，今年九年啦，啊，要跨过第二年啦吼，互咱个诸事如意，诸老第就是闽南语，国语叫做诸老。诸事如意啦，啊，事事平安啦，啊，互咱一切伫甜言内底当中，会当平安幸福，会当平安快乐，安尼好无？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哦，感恩感恩感恩啊！感恩父亲人慈悲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哦。
哦，谢谢，感恩，好，再提醒一下。